4/260长条气球，充气打结。一根长条气球裁切成36厘米，用来制作彩虹的最里层。准备一根线，将线绑在气球的一端，拉紧线，将气球弯曲成弧形绑在另一端。用点胶沿着圆弧粘粘，再取一根白色长条气球对齐第一层的一端，弯曲成圆弧对齐另一端，掐掉多余的长条气球，将线和第二层球皮绑在一起，另一端同样绑在一起。同样的方法对齐第二层粘粘，两端球皮和线绑一起。同样方法制作第四层，准备12颗5寸圆球，充气任意大小，2颗对绑，共6对，2对对绑，第三对2个球嘴绑在一起，制作2组云朵，将云朵绑在彩虹上。